三十体人了，我操！ 操他妈！这是个头吧？举报一把，管他！别管啊！别，你得管啊！你别管他呢！你得管啊！斗鱼搜索藤子，我不是挂。直接拿下！把楼上的逼给忘了，我操！楼上还一个呢。 这是摔倒了，什么意思？这是摔死的，开摩托的，看到他了。 得不了，这局完成，12杀拿下学区房，兄弟们，见过这么猛的人吗，兄弟们？给铁粉关注啊！想卖号买号的可以加一下屏幕上边的微信啊，咱们自己家的工作室，传网最高价收号啊！ 买号看朋友圈有号单啊，可以看一下，什么魔王手套都有。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机制卡，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皮肤啊，兄弟们，免费的福利可以参与一下。 这是摔死的，摔倒了，然后他没有队友来救，把枪都丢了。 真是太笨了！直接送往注意点，冲啦！ 我操！这摩托车有病吧？我操！我终于知道那个人怎么摔死的了。这摩托车有毒，事主。我靠！刚才什么情况啊？ 知道他上一个车主是怎么没的了，上个主人是怎么没的了。
喷子弹拿一下，还有11余米地的兄弟们，加油！ 这个时候属于这个后期的等圈期，大家可以加加微信啥的啊，加加咱们的微信。你们中奖的话，想现在领取的话，也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领取啊。为什么画质这么清晰流畅？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人调试啊。你要想清晰流畅、对墙无延迟的话，也可以加一下屏幕下面微信啊，帮你优化电脑，可以增加个20-30帧数，让你电脑更加流畅啊，都是非常专业的，国内最强啊。 圈了，哎呀，我们感觉我们只能去这儿了，直接冲吧。摩托车到这个围墙，干吧！别炸，别呼吸。本局最危险的操作就是炸这个点。 没听到我，靠，连那二层楼了，那别听到我就这样呗，趴在这儿呗，还有车。 微信发机制卡真送呀！我操，那肯定不是假的呀，好兄弟。这么对吧？不，咱们不说大主播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会骗人吗？就加完微信啥也不用干，直接回复机制卡，助理啥也不用，助理啥也不问你，咔嚓，就把 CDK 跟这个兑换方式直接送给你了，知道吧？这我们的活动绝对是真的。 你以为我们是啥呀？你以为我们是骗子啊？
这好像没人啊，这没人吗？你看这车在这儿呢，这还有个包，在里边阴着呢，我估计盖儿都。 哎呦，这圈又要刷！我干！ 感觉这真没人啊，这都没声儿，楼上，楼上没一点声儿都没有，兄弟们，安静的有点可怕。还有五名敌人，那边对狙了，别打眼闭呼吸，开始绝爱圈，车移出来啊！ 一直在对狙，还有四名敌人。 这有四个人，我记得一二三，第四个人呢？一二三，原点一个莫西纳甘。 二三，空投砸脸！我操！我只说了三个人，说圈了。 捡这个空投！我操，他们妈三个人一队的。
时间完成，当然是把竞技模式16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啊！九二圈1v4，拿下本场的冠军。小六造一波，帅啊！想过我的点，直接炸到脸，进来了个直接一个腰射，啪啪啪！ 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兄弟们，想卖号买号的啊，加屏幕上面微信找橙子啊，免费估价，全网最高价10号，买号的看朋友圈有成品的皮肤账号，什么魔王手套、双马尾、绝版皮肤都有啊。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回复集资卡，免费可以领取一个皮肤，我们是冠军呀！然后现在发弹幕送10个加入进去，兄弟们。 差点劲儿，兄弟们，已经很棒了。 DBS 没那么好找的，最近好找。 Mick 这一把就是浴缸王啦。
直接就干啦！二四六，我操，人这么多啊，兄弟们！左边上一上，2.5倍赔率，兄弟们。 单发吗？看这个人，去死吧你！我操！妈的，喷子狗！ 这怎么办呀？哎呀，我的妈呀！你个 DBS 狗啊，吓死我了！丝毫不慌，只是被吓了一下，被他枪吓了而已。我靠！ 我操，还能打我一箱了？这是三个吗？三个单人试牌的是吧？他们三个看起来不像是一起的。OK， 直接拿下豪宅，我们是豪宅霸主。 走，追空投去！那空投好像没落。我操，有车队，兄弟们！我操！
感谢卡卡罗特的六个，是啥呀？麻将吗？这卡卡罗特。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陀螺吗？哦，他趴在那儿了，你知道吗？他落地一瞬间还趴在那儿，还有点身法。许愿卡呀，谢谢卡卡罗特的办卡，感谢影子的办卡，谢谢影子。好久没有在浴缸杀人了呀，他们都不冲了，现在都主要是，他们主要是现在都不一起了，一个一个的，一个两个的，你不团结了，现在这些四排的，你整个四个人来，他绝对冲，每次一两个谁冲啊？两个他们就没胆了。我靠，这孩子的胆真肥，一边按喇叭一边开车，有可能也是胆小，不是壮胆了。完了，车胎没了，个屁的了。没胎了，这辈子只能在这儿了。没胎了，兄弟们，这狗人。完了，这工作追不着了。哎呀，咋点了？哎，可以去跑过去捡，可以跑过去捡，而且跑着捡没啥风险。别人来人的话，他不知道你去捡了，非常方便。快快快快快快！喵了个咪的，三头到手！嘿嘿，今天去了一场空，一场空啊！不过是大梦一场空，还得收扩容在这儿。
我操！别说话，别眨眼，别呼吸，来了，看着。OK， 直接完成一穿四，我们是什么玩意了？可以呼吸了。我们是可以呼吸了吗？可以。直接完成，再次一穿四，一共是八个人，兄弟们，烂尾楼八杀，八杀，完成十二杀，又杀八个啊！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经典一 v 四。
更新不装备，没有喷子弹了。哦，这有一浮发。溜不溜逼？虽然不是在浴缸啊，但是也是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差不多了。这种防区小型战争，我是无敌的。我们有车了，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老伴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兄弟们。搞点喷子弹啊，喷子弹非常重要的。刚才这边都喷没了 ，OK， 直接冲往加油站。还有八名敌人，加油！加油！三幺这防具人打架呢。八个人，他们两队在打，也就没啥人了。这把人数刚刚好，属于吃鸡人数啊。好，炸倒一个，炸补一个。能炸弹的地方好像在这儿。然后三幺的防区一堆，我的位置还不错，看下个圈吧。五阶段，哦，洗圈了，我靠！斗鱼 TV 001击杀了斗鱼 TV， 可以看兄弟们。趴了，还加油站还有个斗鱼 TV， 都是斗鱼 TV 啊，大家。三足街有个九八 K， 有一个消音九八 K。去对面房子。哪个房子？对面没有房子，就在这待着就行了。好，六名敌人，他们再杀两个无敌的话，也就一队最多三个人。哦，这饮料瓶怎么在后面滚过来了？什么情况啊？喷子弹完全够用了，一共都三十几发子弹了，这还不够用，一喷一个。
等圈就行了啊，现在等圈死个，因为人数比较少，现在大家都在守点呢。圈型决定一切。就打这个车吗？这车跟这个山上是一对的，怎么都不打这个车呢？98K 消音 ，M2 是在车上一个。又下来了，这个车行为诡异，他们果然是一起的，一共剩下六个人，他们应该有三个人。还有其他三个人呢，哇哦，吸圈，他们不是圈了，然后这边是圈，浴缸房是圈，我们大吸圈，他们好像真三个人。一、二、三，三个人不怕，他们往山上拉了，估计剩下的话就是那个浴缸房，刚才我们站浴缸房那儿了，这车能保住是吧？车能保住就行。哦，斗鱼001击杀了一个人，是防区的 M24 吗？防区的 M24 死了，这么屌吗？这人感觉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哦，没死，剩下五名敌人，31，一共四个，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位置，还是有一个人不知道位置。DBS 守楼灭队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慌？兄弟，不慌是不可能的，只是你在慌的过程中，你的思想还能清晰，这是关键。你别看主播不慌，主播其实已经尿裤子了，只是他表面操作能操作出来，就是说。虽然很慌，但是操作不变形，有的人一慌操作变形了，知道吧？其实主播也慌，甚至都尿裤子了，但是呢他要强加镇定，知道吧？强装镇定。搁谁谁不慌呀，兄弟们。咱也是人，咱也慌哎。一个，两个，这一队好有那啥呀，开车的三个，一没事了，我操，马枪了。
直接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决赛圈 1v4。虽然我很马，但因为我慌了，呵呵，因为我那一瞬间我害怕了。但是呢，害怕的同时呢，又不是操作，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慌我也慌，我也压不住枪。但是呢，我有操作呀，直接拿下本场的世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一传四的冠军。진정즐길줄아는여러분이你看用尿裤子了，但是能吃鸡，知道吧？观众发们送四个奖品，帅呀！大家想提高帧数的、提高技术的兄弟们，加屏幕下边微信啊，帮你提高20-30左右的帧数，并且可以教你技术啊，手把手教你压枪，加爆屏幕下边微信。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嘴露脸的话，你跟他说呀，要他露脸你跟他说呀，人家刷飞机就露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珍贵让干啥呀？干啥呀？饭桶，别说话，饭桶。我上一年给你整的橘子好吃吧？甜不甜？不错不错，挺好的。来，订两箱，来，看打钱。你现在就卖了是吧？上面上去年试吃装。什么叫去年试吃呀？去年是咱俩关系好，今年关系咱俩更好了。更好就多买几个。去年没花钱，今年花钱，你卖，你可以这个卖给粉丝啊，卖给我们家粉丝啊，来点成本价。他们没吃过，他们知道啥呀？走吧，你标在哪儿啊？哪门子点儿啊？肯定不去那儿啊，去那儿干啥呀？肯定去来这儿，陪我来吧。他没吃过，你吃过了。带头来十箱。按理说那一箱多少钱？一个多少钱？你猜一猜。一箱大概是多少个？十来个吧。多少个？你有数吗？每一箱都不一样，反正大大小小的。我后面有三个笨逼。兄弟，往我这儿瞅。我看到了。看到没？这三个色感觉是同步飞的，应该有人带头啊。我直接。别点枪干他！他们录了。还有一个呢？还有枪吗？还有在屋里，快来，屋里。这三个，挺搞笑啊。那你是你家种的呀，还是咋的？对呀。有几箱啊？都给你包了得了，打包卖国吧。太多了。卖呗，老多了。走。不好了，等着发货呢。我没头没脸。所以说去收装备啊！你能不能在这待着？去皮卡多手，注意点。
啊，刚才跟我科普一下呢，知道吗？就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其中一个是我这儿，老牛逼了。声音跟长相不符合，声音像彭于晏，长得像吴彦祖，很烦。我也感觉有点不搭。拳击馆肥呀，拳击馆是重要物资区，这也不行。还有人呢，哥们。有人，我操！这么老远的航线居然有人。废话了吗？走吧，摸过去吧。谁把我头盔给变了？我不戴头盔的。哎，脚步，是不是有脚步？蓝楼，听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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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左边不在蓝楼，左边。有点阴呀、啊，小伙子。走，冲到拳击馆。背。有了有了，走吧。咱们在拳击馆门口那个接档。走，可以出击啦！哦，他搁这卡着呢。不是，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名字。有的，也酷。没了没了，走吧走吧。我操！我甲碎了，他扔雷我就死了。好像是俩吗？哎，补我来了！我操，完了！哎，没补，没补，回去了，回去了，跑回去了。我有一颗雷在我身上。好了，饭。哎呦，吓我一跳！啊？你
听到了从后边来了吗？没有，真没有这个。我操！我的他妈烟声太大，我都没往后看，兄弟，你没看看？我也没听到。然后脑子里有个脚步声，吓我一跳，这，我以为他在下边。不是挂呀、啊，这人会玩呀、啊，他。我的妈！对，还好，还好我这一波小尖给他整懵了。走吧，这位置太危险了。有炮。我塞板被你拿了，走吧。给哥们都吓坏了，可是。上一天给你送了多少箱？啊？不知道呀，忘了。我这怎么感觉开镜都慢了呀？这没皮肤开镜都慢了，兄弟们。没有锯齿轮怎么玩啊？哎。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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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往左边晃，右边他都看着，他蹲右边呢，往左边。开吧开吧，没人知道你的，开呀他妈开呀！哎呀，你看这边干嘛？忘了啊！别冲了，别冲了，别冲，别着急。他被爆头了，好像哥们。哎，他被补呢。进去得了，卡了！哎，不能冲！哎呀，我操！冲得好呀，副队长！这绝对非常非常 good。我换喷子了，这个逼！我操，十二可以装。什么？换位置了。哎，装十二 K，
很好，直接拿下、啊、这波我靠杀了多少人，这波是两队人啊，全干了，整三级别吧，咋了？整个三级背包，该走了，该走了。大家怎么排不到泰哥耶，泰哥好玩的，老排泰哥的时候老怀念这个图，一排到这个图怀念泰哥，我的发左边防去烂尾楼吧，有车停啊，干他就完了，我操，这逼会玩啊，这什么玩意，这边有个摩托，脚步脚步，左边哎，那个人会玩，我操，那连发枪给你打的，把他摩托车开出来。问题是什么枪啊？还是 KS 啊，小心的，给你爆胎了，没听见啊？不是 VSS 吗？喂 ，VSS 那么大力儿，那一定是 VSS， 肯定不是 SKS。VSS 瞄着咱俩人，打了咱俩胎，打 SKS 怎么能可能打那么快？那不跟挂似的吗？他摩托车在哪儿啊？我看，所以说他不正常。VSS 就正常了，肯定是 VSS。听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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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就这个打子。SKS。对啊，就是他。SKS。他就挂这个人，小挂。但是感觉比我们贵，说句实话。没我们贵，知道不？哦，天命圈抽把就完了，知道吧，兄弟们？这么帅还开挂、啊、没开，开玩笑的，你从我的面相就能看出来是吧，咱绝对不会看的，贼眉鼠眼肯定开了你放屁，咋的这么帅这么单纯肯定没开呀，
我真没熟眼，你是什么熟眼？我没贼熟眼。我是贼眉，你是熟眼，可以吧？我们是贼眉熟眼组合。怎么每次说你帅，你都要偷偷笑一下？说你帅你不笑啊？你哭啊？夸你你不哭笑啊？你不开心呐、啊？搁那儿？这在这放心没人。有了。别开枪，别开枪，等着车经过近。可是我打不着，你看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这个人，他一打不着他就着急。他打不着那该锁这人。虽然是，哎呦，现在不是中心点了。还有16枚地弹，目前已经7+4等于12杀了你们。哥们一下身体相投，直接给他秒了，兄弟们。你打的可能是那个 S 点手。不是他，有可能不是他，不是他，他从右边来的。他就是 SKS 就在那个位置。他没是新来的，他上面没有消音管，我看了，不是他。上有人打一枪头，副驾驶一枪头，打呀！哎呀，我操，没子弹了，正好让他给秒了。说明这个人是挂 AZ AR 什么的。是挂也能杀的，他等会要跑步。盯着他。后面有两个红标。他有车，我靠。
硬打硬打他要跑，哥们儿，就靠这一波了。我不敢，咱俩都露全身位啊，我怕他秒杀咱俩。这里打他最舒服，哎，去前面。啊，八米你的，先把这个小挂干了，这不太久吧？嘿，那也得先卡他，卡他之后我们直接上这个283。来了来了来了啊！这左边，树左边。开车去了，开车去了。完了，咱们也开过去，中。那就这样子。摩托车，摩托车。干他！往右边上吧，往右边上，去右边吧，去右边有空子。这哥们是不是没捡起这个石头打的你啊？你去看看，我去看那个挂。不是挂，九八 K 不是挂。我知道，我看这边这个，这人也是九八 K 啊，是换枪了吗？不就是他吗？带圈的，拿他没办法。哎，这是双房的那个人，我打扰过他的。这是刚才那这房对的，跑出去了，你不知道？就打他二打了他。你还是看那边，我就在这边等着，无敌这个位置。致命双架，这边还在圈，你盯你那边吧。给你评估一下，你的号能卖多少钱啊？想卖号的加屏幕下边微信，然后等我下播之后，我休息一下就给你们估价啊。给你们估个价格，到时候你们觉得合适就卖。等我下播吧，好兄弟们。8K 小伙子，
人家来了，人家来了。我头上，我头上。我操，说他这家伙什么玩意儿，太猛了，这个小心点小心点，他队友被我炸倒了，这是大仓的三个人，两个三级的，四个人四个人四个人，这是金毛城一v四，别上也别无尽，看着啊兄弟们，这四个人比这太准了，你他那啥女的，他还在掐，他还在掐，还有雷，直接完成诛仙单人四排晋级模式一v四完成十四杀十级，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呀？我们是挂卷，他妈比挂还牛逼，帅不帅？啊，控制死了兄弟们！下午六点一波，关注发送送十个奖品，送给兄弟们一把直接一v四，还有个挂是吧？那个挂跳起来没锁到我，知道吧？帅呀！哇，就要平复一下心情，大家有想免费估价想卖号买号的加屏幕上面微信啊，传网最高价收号，然后你们想买号的话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机子卡三个字免费领取皮肤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喜欢单人四的来看一下啊，单人四排还是得队长啊，副队长直接被秒了，直接拿下十四杀直接，看我们俩总共杀了多少个啊，这把直接学区房吗？直接学区房拉稀了一次。腰还有点疼，兄弟们，明天十一点直播啊，人有点多啊。
录哪儿？录你说的那个地方吧，到这儿吧。这把有点多耶。落哪都乱杀。我跟你说，谁开关谁吃亏，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刚学会。俩人一块跳的时候，不要开门，你知道吧？为什么看着是小鲜肉，说话这么猥琐？我说啥了？我好像天天就说那些猥琐的话了。我说啥了？你可以说声音啊比较沉稳，大叔声音啊，结果呢，小孩长相。你说猥琐是什么意思？我又没干嘛，人身攻击是吧？说你猥琐，你的意思是猥琐，说话猥琐的都帅。那也不猥琐呀，我这么正直的一个人说我猥琐呀，说老气的没关系对吧，说声音老。扔雷炸了，他他妈有喷着他，你还跟着大玩儿。这雷没事儿。真敢进来啊！打得很大。高二有人。啊，就是里边爆啥爆啥呢，对吧？完了，门关上，门关上，他你扔掉。哎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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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这里边躲得住，你就打药然后干他，我一刀。外又来一个，还有，地上那个还在。我到你那里卡窗。你卡门，我操，又扒东西了，我抱楼上去，走，啊，他们居然一对了，他喵了个咪的，哎呀操他妈的，被楼梯给阴了，还得副队长牛逼。喷子打得好耶！你最近玩战士是不是喷子也练猛了，是吧？以前你都不会玩呢。可是我连狙又变菜了，哥们。正常，修炼喷子连狙就是那个逼样，跟我一样，知道吧？两者不能兼得。那不能，那你不能比。还行吧。你可以玩一喷一狙。我现在不玩那个。喷着呢，我现在不让喷，我不让他们进我身，我跟你说。
来瓶水。来。学校好像想签了个。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副队长的声音好猥琐，都猥琐呗，就你不猥琐呗。他猥琐，说实话，我不是很反驳，合情合理。我猥琐那不合理。说我兄弟行，说我不行啊。橙子原来长这逼样啊。对对对对，就长这个逼样，帅逼样。吃了30个，战车，他们绝对会停的，就停这儿，就停这儿，上这个楼，停了他，就停这儿，咱们上这个楼顶。他是不是走了？没有。走了，走了。大伤，大伤，大伤，无敌。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他们还有个 UMP45 兄弟，这队挺好欺负的，把他杀了吧。好的。对他妈纯纯软柿子，捏他。好的。就听这个破，给我听这个破，然后你上去勾引。正破没事，然后你假装上个车，就听这个石头，左边石头。干啥呀？不让人带了，别急。上车了。跟他搜罗一下。他绝对没得我打的准，上！别怕，副队长，相信我。他们一定，我觉得他妈都给他穿了。停左边，停左边，跟他干，班长，黄山 MS。开车的，呜，这就完成2-4。我就觉得他们是个是软柿子，知道吧？就得捏他们。这装备，行走的是个大包。这，哎，空投，我操！我一看他们，我就觉得哇操，装备有了，兄弟们，装备有了。哎，来车了，天哪，差点怎么了？
六只六只六。是接受啊，标点的防具很好了，这个防具。别了别喇叭，别了喇叭。对了对了对了，就一个，没机枪手的。贴点贴点。冲冲冲冲冲冲！不要不要，他后面有个车队，我操！切入位熟了，一起切入位熟了。哎我操！哎，上面上面上面！我打不着。我操！你下来干啥呀？我操，都没了，你还打屁？这他妈也不要命，这对，这三个人我擦。他妈这什么什么种啊这？车车啊不用。车能开，别着急。他们四个人呀。三个。打的是人家队友。这我打倒人了吧？这不我应该打倒人了呀！大堂有价券呀，你说？干啊干啊！进圈进圈进圈，五十八秒，走走走走走。找方具，随便方具都 OK 了。连上，连上，连上！哎哎哎！走走走，撤退！副队长，队长受击了，我靠！我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人。进进进，你没事没事，进进进，就这边。车开里边。哇操！好泥雷的时候要我干倒了，别人流血流失的。哎哎哎，你旁边。
如果那个打山上那个，山上没问题了。复读九人打他呀，OK， 又缩圈了。兄弟们，我想把我头剪成平头、寸头，怎么样？整个寸头。下次我就剪光的也行，其实我也想整个光，但是光的话说实话就是有点小，有点不是很帅的，有点先来寸头，寸头不好看的话就剃光了，到时候就光头好吧。好，舔吧！我操，忘记舔他的，忘记舔他的东西了，毒里了，毒里了，别去了，别去了。先寸头啊，下个月就先。烧火棍，到子弹了，61、65。子弹是吧？哎，有事我没你，兄弟们，这一把的决赛圈非常刺激，大家坐，拿个小板凳，不要走开。有点得了，他们人挺多的，三个起步。烟那边是两个，拉开把它吃了。哪儿呢？哪儿呢？我看到他了，东边120东边，都在这个位置。两个以上，过来了，你再过，你标点啊！对对对对对，你能打到他吗？抽他，你抽他，你抽你抽你你偷他！我等他不动，我等他不动。那不动，都中。嘿嘿，我操！还有一个，那石头标点石头，毒外了那个。他那个石头了，
这个树后，烟儿左树后，好了。我操！他我开车了，服人了，在这儿。炸地方，炸地方，烟灼，烟灼，不倒也出一个。OK， 确实。这接大家一穿二穿四这一波。四倍压枪，皮皮羊的画面比较黑，橙子哥画面调的可以。对啦，想跟主播一样的帧数啊，提高游戏帧数，放大脚步，图款画质，加屏幕下边的微信，雪条那这边的微信啊，帮你优化电脑。还有六米的人，你扔了吗？扔了，没子弹了呀。我就舔到了。那你拿，你拿呀，你不拿就给我。你不拿，我拿了。甩甩甩。我去探啊，不急，咱慢慢推进。我得找个能待的地。好，你在我前面开车。好像都在下面，嗯，下面没了。你去你的左边，你朝我干屁？那你给他带着。在一起安全啦，分开危险。啊，七米的人呐，老多人了。不要点，不要点，不要点，不要点！看到一个，右上角有个人，哪儿呢？我操！他妈的，树后！弹幕看到了，我没看着。树没打，树没打，石头打。哇，他一起死了。他打死了。赶紧散开了，我走了，我走了。往哪儿走啊？就这待着呗。你右我左、哦。你说二打四就二打四啊。别的，这个圈他们打不起来，打起来就是团灭。这打谁呢？打你呢？没打我。那不就还有两队吗？他不是，他没打我，他可能在打我左边，反正是这么个情况，他瞄的是左边，咱俩从右边下可以。嗯、两个 ，MS 加九八。继续你开车，哦、你开车下去滑下去。我开车，好的，你帮我架着。
站好，我顶上去。龙人站，一起冲呗。三个人了，三个人了，应该是四个了，他们乱开枪的，二打四。哦，下面有烽烟，下面有毒狼，哎，坐后，坐后，毒狼，看到没？看到没？好的，二打三，都在前面。我操，什么玩意儿？谁？有残了，有粉色的。就是他狙的你，就是狙的。他们有粉色的一个人，有粉色的。三个都在。嗯。大狙残。他们不是圈儿，我们中心点。慢慢打，别被吃雷了，你这位置。你跑三级道，不怕。别打呀，别误解，呜呼。你看，我操，来了吧？这来雷了吧？我站不动，他炸不死，哥们儿。那我拉远点了 啊。那我拉远一点啊，你在那儿吧。可以，可以，可以。其实你在这儿，我拉最好。我炮杀完了。杀呀！你牛逼，你就杀呀！我现在上去都给他宰。那他妈有点太不稳健了。别倒啊！你在后边 OB 就行了。他们看到你了，他们看到你了，有一个想打你。我操！回去！我他妈 AWM。哦，是你的呀，那没事的。呀，里面一个大餐，找一个。别过去，别过去。二老爷，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打在公屏上面，兄弟们，应该是副队长杀了啊！这个人，副队长过他，给个机会过他。你过还是我过？我过他，那你来啊！我在这儿也行啊，他跑往我这边跑，他会往我这边跑的。他要能把你打，你别你可别倒。目前已经14+8=26杀了，兄弟们，现在都已经杀了26个了，我靠！把这个人杀了，正好两个人杀了27个，牛不牛逼？大家可以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金斯卡”三个字，免费领取一个皮肤啊，兄弟们！残了，残了，残了，快快快，残了，残了，我上了，我就全了，全都炸的了，啊啊！哎，毒死了！我们是什么玩意了？这儿接完车，双人四排竞技模式，26杀，刺激帅呀，兄弟们！小六走一波，发弹幕送10个奖品。我们是冠军，人家被炸残，然后毒死了，毒死了，兄弟们！帅呀 ！OK。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啊，卖号买号的加屏幕下边微信找我啊，兄弟们，我们是冠军。
진는사람오늘술래다같이빙빙빙빙빙술래술래술래속이터져메알이퍼져파도타帮我记着点，今天吃20包。感谢只看橙子的办卡，谢谢。这是艾伦格。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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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可以跳宿舍楼啊。好的，那就跳这儿吧，跳这个标点这个位置，然后冲往高一。宿舍楼什么？这个点是我艾伦哥最擅长的点。OK。昨晚柚子害羞，柚子露脸了，当然害羞啊！我，你以为人都像这个我这么自信呢？就让我这么自信，我也害羞。这吧，这个地方很多单人四排的，小心点。单人四排的喷子狗，一定不能着急，咱俩哦，慢慢打啊。嗯，好的。这逼人，我靠，你这闪不行啊，兄弟，完了呀，没事，我很快。不去了吧？啊，别不去，我很快的。我去不了，我需要煤。哎，哥们，过来，没事了。我那个他那个比我太快太多了，我一过下去我感觉要没，我这没人了啊。我捡个甲过来，喷子要吗？我这里有喷子。不用不用。人家死了。我操，什么玩意儿的？我听到了。我靠，这人妈，我在房子里面收装备，他打我呀！这他没对，他肯定是，肯定他妈闲的。你别去那儿，你先来我这儿找我，然后打高一，咱俩一起走。哥们儿，慢着吧，没。哎呀，打过点了。他会补你吗？他补不到我，我已经到这里了。他打到我之前，我跳了一下，飞过来了，我扔这。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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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来这，来这，来这，更安全。他是楼顶打的我。过来了。
他要打，要打你的药。哎呀，队长，队长，牛逼！喷子狗，我看。哎，这逼怎么还他妈打我呀？那个人高高二的，完了这么烦。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带一些密西亚包啥的。隔这么老远，这有你爱的 M 四。OK。他俩是高一的，估计过来的。高一没人了，这个人有点牛逼的，他卡过点。